三顿，好像坐车到杭州，是到杭州吗？是坐车到杭州回北京了，所以今天回去拍一个其他的类似于东西吧。然后你如果收工的早的话就去找不到去，可以就去，但是收工的晚那就没办法，只能明天再去。睡觉。战哥，感觉如何？没感觉吗？你是有感觉吗？什么？啊，没感觉。就是呼吸的量大了一点。到你们极限。没感觉到了极限，到了我最轻松的极限。这个张哥也挺多了。陈哥，啥？感觉如何？感觉啊，比第一天会累一点，比昨天也会累一点，因为昨天练的量累的，就是昨天，他前天的量一直累到现在，全身都是酸痛的，但还好还能坚持。还没到你极限？还没到我极限，也没有到我
坚持不住的时候。来，张哥没到极限，我就不会到极限，不是吗，张哥？对呀、啊，好像没到极限。听哥，感觉如何？我要把这个衣服拿回去晒一下，让它晒成两斤。没啥感觉啊。啊，确实。我那个两年前的强度，就是坐起来就像洒洒水一样，只是看着衣服像湿了一样，那其实就是洒洒水吧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来吧，坐。那我这边就结束。那人开始。来人，九，然后几，九，吹一吹。选择撒娇，放飞，撒娇，放飞，撒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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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撒下一个，大学，好，去旅行，这个是最难的。10秒钟吗？我觉得不管哪个都行。
喝着撒娇了。那喝着这个得到冬天来的啊。我看有事。我先喝点，别笑了，看看。来吧，来了。叫绿豆汤，要正的，正的，来呀，还在常，我也要常温的。我的那个大豆锅是加热绿豆汤还是绿豆汤？绿豆汤，热的，我知道。我看它出现了，可以放进去。过去了，来，我们聊，来。来来来，接一个，接一下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
跟男的吧，我跟男的。没吃饭呀、啊？里面有肉、啊，对吧？里面包了。怎么卷呀、啊？没卷、啊。好呀、啊，太懒了。吃完吃饭。没事，他晚上吃夜宵了，挺晚上抵消了，抵消了。他晚上吃饭暴露了。他已经几个月没吃完了，但是他吃烧烤，但是没有什么用。我记得还有记录，他说丁哥说烤肉，然后最后吃点了炸鸡，补回来了。我运动量太大了，我老是这样安慰自己。对啊。晚上我说吃烤肉，他说走了，然后我要点了炸鸡，不是不是，来张哥找身体，这个张哥点的吗？我点的，不用，昨天晚上吃什么？昨天晚上吃的是，漂亮的，看到我漂亮的没有啊？这个骨头，这个是啥呀？两个都是吗？那个是蟹，那个是虾，可以吃浪费。蟹虾，没错没错，吃，要吃，我不吃。